针对这一次的疏失，金石百货向大家道歉。副理，营业部的月饼已经卖出去1000多盒了。这么大的宣传，媒体购买费是零哎！你不要以为你是我的儿子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红酒我帮你送。不要不要，不是，我直接去做。给我了，给拿过来了。是我，从现在开始是我们两个的责任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你愿意用一些只会用手段不解决事情的主管，却不肯帮一个认真的小职员。你跟水星人什么关系？Baby， 你在我心里已是最美的 girl。Baby， 不用太刻意，爱会发生在 every day。和你一起的时候，多希望太平走。爱上你，我肯定爱你以后的每一天。你就是我心里的唯一，我就在你心里的永远。这一切是最美丽的。这就是爱 ，baby， 习惯了重复爱上你，我终于找到我的 is my love， 我终于找到我爱的 am I 了你爱的，这就是爱 ，baby， 习惯了重复爱上你，我终于找到我的 is my love。要不然怎么办？可是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有没有留校查看的机会啦？大师社会的事情没有搞定，我现在又犯了这种严重低级的错误，我不辞职以示负责，难道你要我厚着脸皮留在办公室里面等着被开除？可是这件事情我也有份哎！哎，刘云乐，你在公司不要乱说哦。我在报告里面我都有写清楚啦，整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就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不会让这件事情连累到你的。哦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嘛，我们两个是好姐妹啊，遇到困难应该要同进退才对啊。说真的，乐乐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丰副总又对你不错，你还是乖乖留在公司啦。沈杏仁，你买这么多泡面跟微波食品干嘛？哦，这是帮那个秦子琪准备的啦。啊？你买给秦子琪干嘛？明天我弟出辞呈以后，我想说先回老家几天陪我妈妈。你看那个秦子琪，又懒惰又挑食，还没有钱。我不帮他准备一点东西吃哦，我真的觉得他会饿死哎。你要回三峡哦？我想说先回家休息几天，等我充完电回来再准备重新出发。你哦，真的是无药可救的正面思考。哎，杏仁，但这些东西单价都超过50块哎，你平常吃的泡面也不过才15块而已啊，你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好的东西给他干嘛？
反正现在事情都变成这样了，多花这一点钱哦，无所谓了啦。你哦，就是对自己小气，对别人大方啦。你干脆把钱都给他算啦。最好是。你上来了。我这边有帮你准备一些那个泡面，还有微波食品。哦，还有我妈做的那个酱菜，如果你不吃的话，就先放在冷冻库。如果你之后要吃，你是无心失职，你干嘛弄成真的辞职啊？拿去了，拿去。先进来吃饭啦，饭菜要凉了。你连喷都跟我算钱啊？什么喷啊？不吃啊！我觉得你走后门靠关系真的不要紧，可是你是不是应该再认真一点啊？哎，有狗，有狗！钱不好赚，省着点花啦。该找你的还是要找，不然到我家搭伙好了。我不吃这个。我管你，我做了就把它吃完。我已经说闭嘴，把它吃掉就对了啦。我发誓，如果你当我的上司，我穿恐龙装给你看。好啊，这个几率还比较高，不然你现在穿好了。我真的很怕，我这四年的努力就这样没有了。对了，我就是小气鬼了。那怎么样嘛？关你屁事啊！但这些东西单价都超过50块哎。你哦，就是对自己小气，对别人大方嘛。你看那个秦子琪，又懒惰又挑食，还没有钱。我不帮他准备一点东西吃哦，我真的觉得他会饿死哎。吃这个嘞！我管你，我做了就把它吃完。我已经说过，我妈说浪费粮食的人会天打雷劈。你逼我吃这个才会天打雷劈吧？把它吃掉就对了。缘分的深浅我都不管了，可能你感动也看不见我心如刀割，哪怕很痛过，至少就不算错。是朋友还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。好朋友疯狂以后，就一个人走，无所求。好朋友只是朋友，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。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，不打扰。这里是我的辞呈，还有检讨报告书。沈信仁，好歹你也跟了我4-5年有了吧，怎么一点东西都没有学会呢？怎么会犯这种又傻又天真又像幼幼般的错误啊？
你看看我，连我这种有担当、有个子、有肩膀的经理，我都不一定保得了你呀、啊。以后学机灵点，学聪明点，发条上紧一点。再这样莽莽撞撞的，以后不管到哪一家公司，都不会有好的发展的。哎呦，经理，你苦口婆心跟他说这么多，人家的耳朵没有听进去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经理，我会好好把所有你曾经交给我的事情全都记住，我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。进驻企划案，这个给你。如果大师回国的话，有来我们的百货公司，再请你帮我转交给他。顺便帮我跟他说声不好意思。辛苦你啦，代理组长。没想到。你这个官威还没有建立好，官位就先丢了。绿茶，这是我们公司下一期的网络抢答商品，你自己小心啦，不要让秦子琪随便接近你电脑。杏仁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如果你走的话，我就不会看到乐乐。他不来，我就没有机会跟他说话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你可以叫乐乐调到我们的营业部。反正我们现在少了一位专员啊，好不好？刘德，你想太多了。乐乐又不像沈杏仁这么好用又耐操，更没有一双会偷天换日的巧手，经理不会看上他的。好啦，闭嘴！打落水狗是这样打的吗？家里没大人呐、啊，少说话，多做事，动起来！中，我郑重跟你道歉。
小气鬼，这是我欠你的，我应该要还给你。喜欢和爱之间的差距，像决心又沉溺的乐趣，既怀疑又坚信着爱情。喜欢人潮满溢的空虚，也在噪音里等着你，看泪水和笑容成正比，一面随性一面封闭，那一面是我自己，朝无边如今寻找飞向飞的自由地，一面抽离一面贴近，命中我的舞跳得怎么样？还有进步空间啦。沈星人，这些日子跟你相处，我发现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虽然你煮的东西不好吃，虽然你有时候不讲理，虽然你有时候很小气，但这间公司从上到下只有你有资格当我主管。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上班不会迟到。我答应你，以后你说什么就做什么。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会吃花椰菜。我答应你，以后衣服我自己洗。我答应你，我去学骑摩托车，以后在你上班啦。递出去了，我不走不行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杏仁，你真的很没有良心哎！要走了也不说一声，
等我一下嘛，我站一个小时就下班啦。可是我辞呈已经给史特龙了，现在还留在办公室，这样很奇怪。可是我是你的好姐妹哎，你都要离职了，我不送你，我还是个人吗？哎呦，我只是先回家几天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好了好了，那你要赶快回来哦。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上网找工作。嗯。哦对，我不在这几天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不要一直吃薯条当正餐啦，还有那个门记得要锁好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那你也是要让你妈咪好好帮你补一补，不然每次台风来，我都很担心你会被吹走哎。你赶快回来啦！你帮我准备那个战备存粮，可能下个月就不够了。从学校毕业以后，我就进了京师百货，在这里辛苦努力了4年。我原本以为可以稳稳当当的上班赚钱，像一般人一样存够了钱，帮妈妈买栋房子，然后开开心心的度过人生。不过，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出其不意。打乱生活，打乱秩序，打乱原本美好的计划。现在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，我的生活失去目标，人生也失去希望。可是如果一直盯着失去的东西看，只会更难过，更感伤。这时候，还不如大声地告诉自己：我相信，只要再多一点努力，就一定可以成功的。神星人，加油！我不是因为失败而逃走，我只是需要沉淀。我会再回来的，我会带着我的梦想回来，继续努力奋斗，向前冲。Thank you.
跑回来了。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突然很想你。干那够皮啦，唔着紧食，王皮的就会饱你啊。好啦。杏仁啊。嗯。张力熊熊照灯哎，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没事啊。啊，我年假都没有休，放着也不会生利息，我就想说回来几天陪陪你啦。你平常回来都会先打电话。哎妈，哎，你这个干梅到底怎么煮的？真的好好吃哦，你下次教我好不好？真的很好吃哎。杏仁啊，妈跟你讲。不管你以后哈，在外面碰到什么问题，还是说累了想要回来，你就尽管回来。家里的大门哦，永远为你打开。妈永远会煮姜梅蛋你的。捡起来啊！喂，我叫你捡起来，你听到没有？精神不太好，闷闷不乐的。本来就已经很不好了，现在更不好。血糖太低会影响情绪。一起吃饭，我请客。确定你这样吃得饱吗？我请客，你不用帮我省钱。这已经很好了，两个人加起来才175。你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哎。哪里不一样？我第一次遇见你，
你还很大方的想开红酒请我，你被沈信仁影响了。你有没有听过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？就是人质被绑架太久会回过头来同情绑匪，应该就是那样吧。听说沈信仁辞职了。对啊，已经两天了，又13:45。史特龙是瞎了是不是？他怎么会没看到沈信仁对这份工作有多认真多努力？不就打破几瓶红酒吗？干嘛叫他辞职啊？你好像很在乎沈信仁哦。也不是在乎，我只是替他打抱不平。他虽然脑袋不够清楚，做事笨手笨脚的，但至少他是真心为公司付出的好员工哎。你这样说，好像其他员工都在浑水摸鱼。也不是，每个人工作特质不同嘛。像史特龙，真的只是出一张嘴，曼蒂心胸狭窄，自己不好见不得人家好。绿茶就不用讲了，你有听过三等公民？等吃等睡等死。那你觉得我呢？你很优秀，很好。你不觉得沈信仁也很优秀吗？沈信仁不一样，他做事情逻辑性没那么好，乱无章法，事倍功半，但至少他有在做。像那个大裁缝吴晨峰就是他找来的，还有他绝对不怕承认错误，就算代价再昂贵他也不会退缩。这次红酒事件是他出来自首，那是后来他一开始选择造假说谎。就算一开始他没有选择诚实面对，但最后他也是屈服在自己的良心之下。如果他肯认错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虽然他不是那么聪明，但至少他是好人。他常常煮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意大利面你吃过？炸酱意大利面你听过没有？还配什么知不知道？酱瓜。你有办法想象那个味道吗？其实也没那么难吃啊。一开始我是受不了那个花椰菜，但是后来也还好啦。秦子琪，上次你请我看电影，这次换我请你。有一部新片刚上映，我还蛮想看的。改天好不好？你不想跟我去看电影？当然不是。你已经请我吃饭了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再请我看电影？这不是我的风格。这餐谢谢你，我快领薪水，我下一次回请你，先记着。沈信仁在不在？不在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喂，喂，几千只。
之后，你都耐心地陪着我着，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，灵魂那么美我却碰不得，感觉在炽热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，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失落？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好朋友，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。好朋友只是朋友，只能保留一点点这里的啦，哎，快点去把着实力控啦。没关系啦。哎呦，气象局有在讲哦，可能就有台风要来了啦，妈赶快补一补啦，哎。妈，对不起哦，我让你一个人住在这里，还这么辛苦。你等我啦，我一定会赶快存到钱，然后买一间房子，我接你过去一起住。哎呦，你是在乌白讲什么笑话啦？讲囡仔有影，有房子住就很好了啊。再说我在这房子住那么久，这房子有我太多的感情跟回忆啦。我跟你爸在这里结婚，你在这里出生。我住到哪里都不会习惯呐，还是哦这里比较好。不要再去想哦要买房子花钱的事情了，啊，还不如哦你找个好男人嫁了，妈还比较安心呢。妈，这个房子。真的住了好久哦，你看这个墙壁，现在都壁癌，漏水还那么多。如果是新房子呢，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，你也不用这样补来补去那么辛苦。哎，补壁俩老吼，啊，我顺便可以活动一下筋骨啊。你都唔知呢，我哦一直在想，一直在研究，研究那个新的哦。补墙壁的配方，嘿，这专利配方如果被我研究出来哦，你敢会知嘞？那就好呀咯！信人啊，啊，你去台北那么久，怎么都没有带一个男朋友给妈看一下？哦哟，妈，你怎么每次都问我这个啦？啊，我就忙着赚钱，哪有时间交男朋友？每次都嘛说没有，我就真的没有啊！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进来啦，给你吃早餐啦，弄定啊，进去。
秦子琪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？嗨，怎么今天好像没有看到秦子琪来上班？他去找杏仁啦。营业部代理组长沈杏仁经本人审慎思考，决定予以慰留。沈杏仁，这么好的一个员工，台风已经登陆了。子琪呀，你大概是第一次哈，亲眼看到家里会漏水的房子哈。哎妈，什么？我上去看一下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想要买一间自己的房子了。可是现在红酒打破了，默默无闻的基金也没有了，我竟然可以赚到我人生第一个100万，我就可以赚到第二个、第三个。你放心啦，这笔钱我一定赚得回来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